谁不知道我是董事长的千金呢？我看上的东西，谁要敢动一下，我都要它好看。江小媛，生于1993年1月27日。我真的穿越到了7年前。没想到我也能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，你说我还能回去吗？我们6年没见，你是真的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吧？老师，你不是一个人。你一直都是那个江小媛。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看作是重新开始的朋友的关系，而不是你跟旧情人回不去从前的退让。我需要知道真相。他们把我弄到这个时空里来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根本没有那样一条通道可以送你回家。你也不是因为时空穿越来到这里的。发现你的记忆都是虚假的，你会愿意忘记的。但有些真相，只有他自己才能找得到。